海里乌鱼吼，还炒了几尾哈？4000外尾啦。4000外尾哦，还炒几斤啦？平均炒3斤啦。3斤哦。八计啥？甲旧年差不多，大斤炒900至1000个。啊，乌鱼壳的，乌鱼壳，即摆计小安怎？一公斤百外。百外就对啊。我们都用鲱鱼皮让它混的，我们比较好处理。啊，现在因为鲱鱼皮大家都敢。怕说有药物残留的问题，所以我们现在改用冰，用冰把它冻住的，把它冻温的，然后我们再来杀，再来其他的吃。